今天我来提一对新概念，贵族和贵族。这两天，一份国企清明节加班，员工被彻底记录，入队领导的聊天记录在网上疯传。有网友说啊，简直是热血沸腾。这起事件的主角是某国企成都公司的一名诚信员工，被董姓副经理安排清明节加班，瞬间爆发，直骂其是哈巴狗，一将无能，累死三军，窝里横等等，让全部门同事经常加班，早八点到晚十一点，严重违反劳动法，而公司领导却在家悠闲躺平。之后副经理发出威胁，结果同事集体共鸣，支持诚信员工，并有23人提出辞职。眼看事态渐渐失控，黄姓经理出来打圆场，可惜还是不会说话，惹火上身，被诚信员工在400多人的大群里大骂其溜须拍马，媚上欺下，没有兄弟扶他，还质问自己签的是劳动合同还是卖身契。随后情势彻底失控，怒火爆发，其他部门的同事也开始跟进，总共有数十人提出了辞职。最后老总出来打圆场，并在第二天开会把两个经理骂了一顿，要求他们给同事认错道歉。目前这一事件已在全网发酵，引发广泛讨论，相关部门也开始对这一事件暴露的违法问题进行调查。该诚信员工已自愿离职，网友怒赞其有血性，敢仗义直言，但也有人对他的未来表示担心，认为没有企业敢再用他了。这就是我要说的新概念，贵族和贵族了。这是今天早上看到特朗普受审时想到的，词义我就不解释了，相信任何人都能看懂。贵族和贵族拥有两大共同特点，一是不相信人人平等，二是不相信法律。贵族对应于精英阶层的少数人，贵族则是平民阶层的大多数。贵族相信自己高人一等，法律不能约束自己，只能约束贵族，而贵族承认自己低人一等，法律管不着贵族，只管得着自己。两者分处社会的两端，但在这点上认识却惊人的一致，都无法理解人人平等这一基本概念。在这一事件中，两位经理是领导，无疑属于精英阶层，但领导是一门艺术，很明显没有艺术细胞的领导还真是不少，估计在哪个单位都有，至少不低于 20% 吧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领导呢？归根到底就是我上面所说的，他们无法理解人人平等这一基本概念，所以称为贵族，对上奴颜媚骨，溜须拍马，极尽逢迎，对下傲慢无礼，盛气凌人，颐指气使，视下属如草芥，动辄侮辱谩骂甚至打人，导致劳资关系紧张，有时甚至亮出惨剧。而贵族则是沉默的大多数，他们也无力理解人人平等这一基本概念，在权力和压力面前选择妥协，低眉顺眼，卑躬屈膝，强颜欢笑，屈从于不平等的待遇，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。在这个事件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诚信员工其实是一个贵族的代表，在长期的不公平环境中默默地承受着压力，无力反抗，但清明节加班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种觉醒并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长期积压在心的愤怒总爆发。因为平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追求，就像方向盘，无论你把它掰向哪边，它的终极渴望仍旧是要回到中间。所以贵族和贵族都不是正常的人类状态，正常的人应该是秉持人人平等观念的人。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这样的人将会越来越多，因为知识累积、社会进步和文明演化，可以让更多人更清晰地认识自己，理解生命和宇宙的宏大叙事。只有无知者才会以自我为中心，试图通过欺压别人来获取自己的利益。未来是合作共赢的时代，而不是靠强势掠夺的时代。在成都的这个事件里，诚信员工的觉醒激发了其他人的共鸣，团结一致地争取平等待遇，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对劳动权益的反思。这一事件显示了贵族的觉醒和转变，让我想起了《人类简史》这本书中的核心理念。尤瓦尔·赫拉里在书中深入探讨了人类是如何通过团结合作，共同克服困境，一步步推动社会和文明进步的。随着思想的觉悟和进步，越来越多的贵族将走出沉默，敢于追求平等、公平和正义，
而越来越多的贵族也该幡然醒悟和转变，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人人平等这一基本理念，并且相信法治的力量，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贵族和贵族都不可取，人类演化的终极方向或许终将是人类简史中所说的，人类将从智人善变到智神。我是徐乐文，传播最新最前沿最有趣的科学，欢迎朋友们关注订阅点赞收藏转发。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